垂直的，我都想哭了。哎呦，哎呦我的天！Hello， 我是圆圆圆圆君。额济纳后，我们回到了酒泉，剩下两天的时间去哪儿呢 ？Bang， 并没有选择大热的敦煌，而是往东去了张掖。短短两日，就让我有了两次非凡的 first experience， so excited。由于体验较多，我将本站分为上下两集，这样大家看起来也不会太累。哎，悬念还是要有的，走起。天气超级好，这个峡谷真的太美了，我的妈呀，列强推荐啊。之前去美国也有个地方跟这个差不多的徒步路线，用时两小时。给你寄稿码头，跟你们说，我真的超爱徒步，我好后悔给这里留的时间这么短。哇，真的不行，我一定要给你们看。真的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，就是走楼梯有点累。超爱徒步，我还要背着这些东西，我真的好难啊。我们现在要下峡谷底部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有多深。我来为大家亲自配音一段 BGM。大山的子孙呀！别停了，大哥们，奥利给！我们下到谷底了吗？到。我们到谷底了吗？这是谷底，这还不到谷底啊！超爱徒步。上不了用两张纸巾把鼻眼给塞住。真的，我们一直在流鼻涕，好惨啊！那个树上面有刺。这回来了，我们到晚上到了走。吓死我了！我以为还要回去。超爱徒步。哎，你看这个多危险！哎，你们快看这个石头，你看这个石头砸下来，把这玩意儿给砸扁了，太可怕了。我喜欢这种精致的，怎么样？大家喜欢吗？哎呀，我的腰也可以了。真的绝了，这里面还有歌，对不对？啊、放歌是因为代表你快到谷底了。真的吗？是不是想要让我发财？嗯 ，nice。这就是一线天，这不算一线天，一线天 no， 就是。他说一个上几天天，我觉得还不够一线，就我的意思。不要笑，阿姨是对的，到谷底了哈，这下我们是真的到谷底了。我们要进去一线天了，我们要。这是能爬上去吗？这能过去，但是很短。大操作，你操作你屁股。啊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胖哥能不能进来。可以的。不是，那里很窄。可以的，他可以。你要小看人，是可以收缩。没想到你如此轻松。我现在要下去了。哎呀，了不起！哇塞！苏子里，胜利在望。哦呦，哇，终于爬出来了，小心啊！哎，奥利给！胖哥加油！没
该戴出手套了，我手耍得好疼。给自己加油！我们是可以的，这是垂直的。哎呦我的天，我们是可以的，以为已经过了所有的难度，结果最后还有个这么大的。好，你可以的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好有意思，我觉得。别吵了，大哥。朋友们，我要上去了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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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牛逼牛逼牛逼！耶！我先来。先来。你们一定要多锻炼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有多高，一层一层又一层的，朋友们，很可怕，但是爬上来以后就是非常值得。我已经忍不住给自己说一声，我真棒，我这么棒难道还不值得你们一键三连吗？哦，我的体力呢还是可以的，到达终点后胜利的喜悦。我要喝红牛，我要喝一箱。我感觉我的心脏都快负荷不了了，就是好干吧，要裂了。老公，你还可以吗？不行。胖胖好艰辛啊。马上。还有几个楼梯阶就到终点了，可以的。2、1，原来上面还有，崩溃，超爱徒步，上面还有那么多，还有那么多，超爱徒步，终点就在这里。嘿，是琪琪的扫把吗？发现了一根琪琪的扫把。哇 ，the trip is worth it， 我拍张风景照。好的，叔叔，你们坐一下。那些游客的评价还是对的。对的，他说别的地方不用去。走完以后也觉得没什么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可以接受，真的没有刚刚那个解说员说的那么恐怖。被他说完，我当场就想立马叫198，给我来个那个什么，坐车探险。其实自己徒步近距离的接触那种美景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200多斤，对，你看他200多斤都坚持下来了，那个一线天他还能过去，知道吧？我觉得很值得。就是坐车，你真的无法感受到这种东西，真的太赞了。上面还有那么多，崩溃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赶紧驱车去七彩丹霞了。哇，真的是去赶一个日落。不用怀疑，我真的喜欢徒步，谁说不能边累边爱呢？这叫痛并快乐着。其实啊，爬山并不是一项运动，而是一种哲学行为，很多人生问题啊，你都能在当中领悟。不明白，建议你仔细反复揣摩本期内容，相信你一定会有收获的。老规矩，喜欢别忘了圆的东西，圆的东西。我是脸圆眼睛圆的圆脸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